uncle 嘛，看他们的声音是怎样。来跟节奏一下 ，Uncle，Michae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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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布农族的歌谣，还有一些童谣林班的歌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不免俗的也要因应他最近的疫情的状问题，然后选了这首歌叫做《台湾我爱你》，然后也是用一首歌来祝福大家今天晚上周末最美好的一个夜晚，然后也祝福台湾，祝福在场的所有一个人，然后希望我们台湾可以撑过，世界可以更美好，这样子。怎么样？你们用感到很舒服，掌声。好，这个歌《台湾我爱你》。台湾我爱你，不分族群，我们手牵着手一起前进。
谢谢支持我们今天《光大妹团之瓜牛》之瓜牛乐团。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的团员，从我们的最左边开始，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吗 ？Hello， 我叫阿武，我叫志祥，来自台东县海端乡出来部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武。大家好，我叫志祥，然后我是来自台东县海端乡锦屏部落的，我叫伊旦。伊旦。部落的这两个同个部落的，给他们再打气一下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我是台东出来部落的，我叫凯文，叫伊曼。我是锦屏部落的，我叫秀贤，也是锦屏的。有三个锦屏，两个出来的。我们是瓜牛乐团。就到这边结束，下课喽！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。那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舞台上面有一个蓝色的赞美箱，欢迎大家可以用心支持龙南美女团之瓜牛乐团。那若是要离开的朋友，请记得随身的物品要带走。那刚刚有捡到一个黑色皮件包着的钢笔，若是有遗失的朋友，请至田花村的办公室这边做领取。那我们就就地解散，大家晚安。